京东新百货，下面即将出场的是李豆豆、少爷和我，以及蒋诗萌。下一个作品是少爷和小姐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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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！不是！不是！一会儿见啊！请试音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。豆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冷漠是十满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冷漠是十满。来，来个猛的。这个满分了，这个。逮了，逮了。师妈、哎。小姐，不然我帮你拿吧。哎，算了。你身体不好。你能活着我都谢天谢地的了。串耳朵吧，火车就要开了。小姐要的火车是奇声异种。拉倒，我自己来吧。放手，这不是你该做的事。哦。刘波。赵娟。原来这位便是少爷口中所说令你茶不思饭不想的赵小姐。哎，你说啥呢你？我相信赵小姐的名字。哎，轮得着你问？我叫赵娟儿，这个是从小跟着我的丫鬟，叫冷冰凝，爱与孟翠霜。冷冰凝，爱与孟翠霜，这是一个马蒂斯文学的那种名字，很长。少爷好。冷冰凝，爱什么？孟翠霜，爱孟翠霜。只有超级大笨蛋才会喜欢你。啊、难道你不是超级大笨蛋吗？哎呀！我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？她大概这么高，齐刘海，大眼睛，她叫冷。冷，冷冰凝，若雨若冰霜。对，冷酸凝智取王世昌。昌儿，昌儿，冷酸凝。这要是能找着才怪呢。你认识我吗？波儿啊，你看着我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。这位小姐，虽然不认识你。但我觉得你很漂亮。那是我漂亮。你是刘夫人，这是在火车上。我现在几点了？别吓我呀！啊，怀表上。那，你是我的妻子吗？可以是。真好啊。可是傲天，你家少爷将你忘却了。无妨，大不了让他重新认识我一次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用真心。若他问起，我便说我是这府上新来的管家。这么说，你是刚刚搬到此地不久？是啊，老管家不堪舟车劳顿，已难定稿，这府上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其他的管家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少爷？啊，你还知道我是少爷呀？连上了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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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狠呐，真狠，真狠！冷酸凝智取王世昌。京东新百货第一个上场作品的演员是竭尽全力阿奇与阿成宋木子。第一个作品是商战这件小事儿。加油加油
嗖嗖嗖，小拇指嗖嗖，嗖嗖嗖，小拇指嗖嗖。帮大北北们抓上那么一手啊！阿奇阿成，好兄弟，放你完了。你看啊，广西人和江西人的终点，因为还是都是东北人。我就没听过阿成说过普通话。是不是快到点了，两位啊？我这景蛮好看。落地窗。嗯，是，感觉非常大气啊。一会儿来的两位是什么级别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一个是商业女魔头。一个是商业恶犬，商业恶犬，商业恶犬，恶犬，我已经在期待宋木子。江总，和北美地区的负责人的会议安排在明天下午2点钟，可以吗 ？Brother。上上上，上上上上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。好恶犬！上上上子，上上上子，上上上子，上上上子。上长，哎，刚才谁喊的宋木子好帅？选过。不管他是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，在我的面前他就只能董事。哎呀，又油腻又想看。宋木子，宋木子，宋木子。宋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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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在我的眼前玩火呀？你是在等他的玫瑰？那个玫瑰也一直在等小王子，等了好久好久。干嘛呀？姐姐完了，要传染宋子体，他也在演宋木子。非常巨大的波动，哎呦，哎呀，只看到了波动啊！明显的两个峰值，你看不见吗？宋总，非常明显，他们的公司业绩是直线下滑的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不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吗？宋总，怎么换角度？不能换角度吗？你换一个角度，我看看。怎么换角度？怎么换角度？你倒是换。多巧啊！这包多巧啊！我一定会去送你的。但是你没有，毙了。Bad ending， bad ending， bad ending。别说了，我们 D I N G。抱歉吧，等会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宋木子，哎，干什么？你疯了？死牌落地了啊！10亿呀！死牌落地了啊！我们搭配10个亿，我今天就花10个亿。好，我下半辈子我不要再我离10个亿最近的是摇骰子的时候，10个亿。那我，你快点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了，非常炸的底来了，都在等枪。快，啥时候出枪啊？出枪吧，我也等枪。快，赶紧枪啊！重戏来喽！啊，这个枪一直在身边，等的就是今天。姐姐同学，这怎么切了个拱字呢？哎呀，你干啥呢？不是你俩跟谁一伙的？打我呀！哎呀，我受害者！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我挺喜欢他们这开头的音乐。宋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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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木子是能正经演戏的啊，是吧？对，他是能正经演戏的，有几个瞬间能看出来他能演戏，他就故意的。你多开心啊！宋木子，宋木子，这太洗脑了。哎，宋木子，宋木子，宋木子。什么字什么字什么字？拿捏的。绊住了吗？开场 OK 啊，可以啊，还可以。非常哇塞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给炸了！爱情里，来，我们下一个作品试音。
嘿哟 check check 一二三一二三，好了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也是我好 homie 了，一二三一二三，京东新百货下面即将出场的是偶夜、适可而止以及王浩。下一个作品是难眠的夜晚。浩子加油加油加油，我怎么替他紧张了？加油小干小曾，就他们这个景特好看啊，做得很写意，好漂亮啊。偶夜每次的景都特别特别好看。长亭外，不管你说一声在江西吗？这真是突破了，哇，真厉害！勇敢就是你喜欢他，但是你不跟他说。哇，那你好勇敢！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去鲁莽了！哎呀，你我去鲁莽了！你别抓着我呀！哎哎呀嚯！哎，五十！你别去啊！你别去，你我别去啊！什么味道这么咸？这种小破娃娃就只有王浩，你知道吗？你别去了，这边我憋。不迈出那一步，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我要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，小鲨鱼。你先等，先等我，先等我。他是什么物种？小鲨鱼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为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去找他。你游不上去的。狂妄的海洋生物啊。太低估人类的运动能力了。狂妄的海洋生物。我走了。哎。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，帮帮他！啊！哇！哇！哦！好漂亮！好漂亮！哇，真好看，真好！哎，真好这段。哎，我接着笑，接着笑。我也有话对你说。那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啊，我想说，你等我。其实我也是从小。哎，这个处理帅啊。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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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书记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真棒啊，妹妹，真棒啊，妹妹啊，真棒啊，不容易啊，兄弟，不容易。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不容易，
啊，也是，也是尽力，反正也是，我觉得呢？对对对，我是纯洁。你怎么来看的？我看看。京东新百货下面要上场的是酷酷的烟放和小碗管乐，史策。下一个作品是将合租进行到底。咱们仨从毕业就住在一块儿，你说咱俩突然在一起了，你跟他说他一时间也接受不了啊。腾哥那个人，哎，我看自己表演那么细，我疯了，那么柔软，那么脆弱，他肯定能看出来呀。他肯定看不出来。哎，我这什么发型？谁啊？哎呀，外卖！哎呀，点外卖了。哦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两口子干啥呢？小雷他有，这里边就这一下。我在楼下这通好找。看出来啥呀？史策，啊，相中我，是吗？干啥？我都不该剪的头，你说剪头干啥？史策看着你，你这么为难吗？哎呦，起这么大不好看。哎呦，上这么大火？哎呀，宝宝。我抱你，你别抱了，他一会儿又该出来了。没事，哎，保持住，深呼吸。对，干哈呢？哎，训练呢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咋老出来呢？啊，哥们儿，我那是屋，那也不是监狱，我出来不很正常吗？看我电视。啊，那我回屋了。行，那我也回屋了。你故意的？哎，王天旺，啊。哎，我想看《山楂树之恋》呢。那就看《山業树之恋》。我别再恋你俩，你看，咱不是投票吗？平时咱也投票，别整了。投票，投票决定看啥啊？投票，同意看《集结号》去干。我今天是真想看《山業树之恋》，今天真想。拉倒吧，真想。你别说，还真是啊。天光长得有点像窦骁。哎呀！天放长得像各种音乐，那都不如看集结号了。你咋也不看，你这不是？干嘛呀？拿下手机行不？等会儿。干啥呀？你不想被打死？太可爱了。宝贝儿，哎。哎呀，太可爱了。好了，不是。我想明白了，想明白了。我们俩虽然不一样了，小齐，但是咱仨还是一样的。对。我捋捋啊，嗯，你俩不一样了，咱仨还得一样。对，那我变呗。哎呀，我们改变，我变，我们变。对，同意看集结号的举手。对，我眼泪都出来了。我不想看了，我想散会儿，顾及我自己啊。我陪你。干啥呀你？我呀，你呀陪我，他陪我，你俩啥关系？不是，不是，你们俩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心里憋着，现在。丝滑，真丝滑。哎，真丝滑啊！之前最夸张的一个是那个，我是王后，我皮肤掉了。哎呀，真是！爱情里，京东新百货下面即将出场的是。某某某胖达人二，孙天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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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某某某，某某某，吃炸炒子吧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某某某，好好干，某某某某某某，某某某，某某某某某某，下一个作品是复活军团，嘿。天宇回来了！哎呦，午饭，那个都别慌，听我的。第一，不要提医术；第二，不要提医术；第三，回到自己床位上。走走走。嗨，天宇。好帅。真帅。帅。你看他要是一进门啊，装的跟没事人似的，那事儿才大了呢。咻！
三分球。我觉得要不就先这样，静观其变，啥也没干啊。这个感觉特别情景剧的感觉，贼好啊，小剧情走的。这他们太擅长拍群戏了。对他们整，特别整，对，特别整，嗯，不能啥也别干啊！我感觉他已经死了，这样正宗吗？你要搞摇滚？你要聊摇滚，我可就不控了。你确定？摇滚？我不控。不行，我丢人了。不行，这次不行，跟我一起玩，你们社死了。不行，这次不行，我你就来吧。抱了只猫在台上。哎呀，好软呀！他好软呀！干啥呢？哎，你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干嘛呀？你是在发现这个？给你们让我唯一哥演大学生，你唯一呢？一定会给你们说清楚。真的是打五辆车。哎呀，我该说不说，这波全靠我，好吧？你拉倒吧！你这啥呀？这啥？搞油我没说你呢。你真给我删了！这个人好厉害，好棒！